都来。我昨天在就是跟他们擂的时候，我觉得你们为什么要找我？我叫高大胆。对呀、啊，对，哪有什么胖？没有你胖的东西就对了。有啊，哦，怕胖会怕胖。全天下女生都怕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听过人家怕面包的、啊，怕胖哎。对呀、啊，哎呀、啊，不是不是啊，胖啦。对，哦，大波啦，你都不怕，那会不会前男友拿一部相机？哎，前男友也蛮可怕的。对。哎呦，怎么说？对不对？前男友这三个字也蛮可怕的。哎呦，对呀、啊，最可怕的生物嘛。我其实我有怕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应该不会出现。他们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有，他们知道，但是拿不到，拿不到，哦、准备不来的。哦，祖灵吗？啊，祖灵不怕，祖灵保佑我们、啊嗯。我不怕蛇，不怕老鼠，不怕蟑螂，不怕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不怕，也不怕鬼。那可以形容一下吗？大概我怕蝴蝶。蝴蝶有啊，从百分百请过来、啊。凯乐吗？是说凯乐姐姐吗？对啊，凯乐、啊、蝴蝶姐姐。凯乐。有啊、是吗？我怕蝴蝶。我你山上那么多蝴蝶、啊，所以我晚上我都不出门。那种飞蛾类也不行，对不对？不行，不行。来来来，把那一杯蝴蝶拿出来。哇，蝴蝶。好，那就直接来，好吧？带来什么歌曲？等一下，工作人员好像很有自信哎。我告诉你哦，蝴蝶，他们那个蝴蝶啊，长得比老鹰还大只。是吗？你不要听宪哥讲，你想想看，蝴蝶什么季节出来？春天嘛，对嘛，春夏这个时候不会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用怕。好，不怕那直接来，亲爱的蝴蝶小孩，亲爱的高慧君，我们对不起你，希望你会喜欢恐惧屋哦。小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算回家的路？我亲爱的小孩，为什么你不让我看清楚？是否让风吹熄了蜡烛，在黑暗中独自漫步？我亲爱的小孩，快快擦干你的泪珠，我愿意陪伴。神经病！走向回家的路。他们还没说完，他们很坚持要表演完哦，对对对对，一套的啦，这一套不打完不能收工，对对对。哎，可是 No 哥以前也是，对啊，也是一队的，大概还要再半个小时哦。对，还有啊，差不多快笑出来了，快要睁一眼闭一眼，还要半个小时，不要动不要动，他会刺枪住，不要动，怕我吓你们，喂。他不会理你的啦，因为他不会理我吗？他是一对，他们不会笑吗？他们不会笑，不会，怎么弄都不会笑。但是罗志祥好像快憋不住了，罗志祥。
有个许力，哎，有个罗子，哎，他们真的训练有素哎。你还没退伍哦？哦，当很久了哦。也不是，这个是他们的表演，他们叫退役帮啊。宪哥，我没有摸过一对，可以摸一下吗？想摸啥？想摸？摸哪里？摸哪里要先讲啊？排档要给钱，因为这是不是深夜的节目。哪边？真的？你真的想摸？可以吗？可以摸一对吗？来，我会不会犯？摸罗志祥好了，你看这里。我不会，会不会犯中华民国的那个法？不会不会，他们都退伍了啦。哎，罗志祥哎，你看，不错哦。加强大腿内侧。我滚！我滚！你不是你啊哟！哇喂！你要死啦！高大胆。宪哥，宪哥，你往熬。宪哥，不要贴那里了。宪哥，我有个要求。所以不行，对不对？我有个要求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怎么样？我好想听罗志祥唱歌哦。但是他们不会，他们不会讲话。他们就是 cosplay， 穿上这个就不能再出声。可以唱军歌啊？不行不行，不行吗？一对好像都不行。问那个庄婉庆，我觉得那个有队长，不，他们现在能讲话吗？可以了，队长可以讲话吗？队长，不行。哦，不行，你们讲，不行，那可以请罗志祥唱一下，哎，哎哎哎，可以吗？不，你麦克风嘟过去，对，看看，我怕他得，不，耶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承诺，哎，好了，小猪不会唱歌，哇，罗志祥唱，我可以说了吧？罗志祥不会唱歌吧？对了，不会。对，好，你可以很大声的说，罗志祥不能唱嘛？这段跟你无关，主要是让他个人泄恨。对，好吧，谢谢退一棒，谢谢。